OK， 现在是12:30。OK， 我们刚刚到 Pass Ontario， 进入魁北克。这是第一个 station and information center。我们曾经来过这里，去年。今年我们又来了。一望无际。401高速公路贯穿加拿大。